喂，真是你啊！我的天哪，我都快认不出你了，多少年没你消息了。我知道你回来了，但我太忙了，没时间去找。多少年没见，我的好兄弟，都什么人呢？车都那样了还开？他叫什么？我回局里查查。你儿子杀人了，当年我背了一条命，现在你也背了一条命。你昨天就跟踪我，你谁呀？管得着吗？咱们是不是好兄弟？我是不是很仗义？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男人来到这世上了，就是来支撑的，以后不敢碰到什么事儿都是疼的。